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童光辉老师，欢迎各位观众朋友收看我们今年2013年第一次的精算纸时间。我们要访问湾区房屋贷款的专家惠敏博士。惠敏博士你好。童老师你好，各位观众大家好。我看今天一天好喜气啊，这个在一年开始的时候那么真的是很感谢各位观众朋友这么多年来对我们这个惠敏博士的支持那么但是每一年好像一开春的时候这个利息都会往上小涨一点点。对，那今年的情况怎么样呢？今年狼又小来了一把。是是，其实每年都小涨，就去年年初的时候他不来，狼不来我还紧张一下，我说怎么奇怪，狼就一直没来。因为去年实在是太糟糕，以往每年到年初的时候呢，就华尔街和欧洲共同体都放点消息让大家过个好年嘛。对对对，所以我们先看一下有几个原因让它涨的原因。是是是，最近十年公债回收率从1.65%在一个月之内涨到1.9%最高，现在又降，慢慢降到1.84%。我认为在未来的一个月到两个月当中又会降下来，还会降到就是降到1.7%以下，是这个基本上我认为的可能性是超过90%，很高的对，是。那现在欧盟的情况怎么样呢？目前看起来现在放出来的消息就是因为欧盟情况有所好转，说是欧洲共同体就是最困难的时期，负债最困难的时期已经过去了。是是，而且就是像希腊这些国家退出欧元区的可能性已经降低了，所以看起来稍微把这个情况安定了下来，稍微的对了就是因为这个欧盟情况稍微好了一下，华尔街股票就大涨，十年公债回收率就大涨。为什么大涨呢？因为好多人觉得投资美国国债是不是不太合算，我干脆去投资欧洲国债去了。对，投资欧资国债在呢，他就把这个资金撤出去以后呢，就让美国的价格，就是国债的价格降下来，所以十年公债回收就涨上去了。所以这是欧盟的一个消息，带来稍微好一点些。但是美国国内呢，现在其实欧盟我觉得还可能降下来的原因，因为到现在还没有真正的数据在那支持。对对对 对。美国国内其实还有主要原因，你看主要是别的其实情况不是特别好，主要原因呢是那个开工率，就是新房开工率增加了。对，12月份的新房开工率达到了12.1%，然后创造2008年6月以来的最高点。是，但是呢，就是美国房地产就整个去年涨了。比前年涨了28.1%，超过就是从1983年以来就是最高点。对对对。但是即使既然这样情况还不是最好的时候，最好的时候呢是2005年，当时新房开工率有207万户，去年其实也只有954000户而已。而且2000年到2004年之间嘛，每年新房开工率是174万户。对对对对，所以看起来还在恢复当中。对，而且好像这个感觉就是美国房地产是不是还有更强劲的趋势，就是还有发展的空间啊，这样的话让美国经济又带来了活力了。对对对。那么另外我们说聊一下那个量化宽松的这个行动。对，就是因为量化宽松行动嘛，因为量化宽松行动本来就是说每个月美国政府会买450亿的国债以及400亿的就 mortgage back security， 买这些东西呢就觉得这个利息可能会一直的无限制的就是下去，就是大家不用担心的利息涨不上去。但是现在国会在讨论，就是在讨论是不是要把这个在年内可能会结束，对，把它取消掉，对，或者是尽量减少。那在这种情况下，十年公债回收率涨上去，利息也不会太降下来。对，但是其实呢，这段时间的利息呢，说好呢，所有的利息的那 program 都还可以，就是30年固定涨了而已。哦，对，待会我们会来看一下30年固定的 program 怎么样。那另外，美国1月份的这个消费者信心指数现在怎么样？现在？对，其实那个坏消息就是消费者信心指数1月份，你看往年的1月份都是信心指数超高的时候，对，今年反而降到了71.3%，低于12月份的72.9%，然后呢，而且低于经济学家预测的75%。这主要是怎么回事？就是财政学家的僵局还没有解决，对，然后还有好多要增税，就是增加薪资税的这个事情呢，引起了很多恐慌。那么关于那个就业状况因为每年到了年底因为那个临时工的机会增加，所以劳工部呢多半都会公布到了年底的时候呢失业率会下降的。那去年的情况怎么样呢？18号刚刚公布的最新数据表明就是去年12月份这个失业率呢，这个全美只有22个州出现下滑的现象，没有想象那么好。对，没有想象那么好，16个州反而上升了。对，还有12个州呢表示持平，说明这个就业率情况也并不怎么样，没有改善。对，没有得到完全的改善，就整个就新增多少工作呢？就是新增了155000个工作，和2011年、2011年和2010年平均每月新增153000个工作，也就基本上持平。对，而且去年整个失业率，就现在失业率维持在7.8%，
2012年呢，它整个的失业率呢就只不过比前一个年度降低的0.7%而已，还是高于临界点的。是，而且加州好像更高，加州高的不得了，现在还是失业率维持在9.8%。是 是，因为我们关心加州嘛，我们住在加州，所以加州的房市呢就涨和降呢，我觉得跟失业率还是有很大关系的。好多人现在一到年初了，又无谓的去抢房子，或者是什么无谓的，好像生怕最后最低一轮拿不到，这种时候我觉得还是要冷静，稍微冷静一下。对对对，所以以上两个不好的因素呢，也让这个利率也不会大涨的一个两个主要的原因在这个地方。我觉得还有机会，一般到三四月份的时候有一个机会，过了6月份、7月份的时候呢，7、8、9月份的时候还有个机会。我觉得就现在的利率，即使现在啊，我觉得利率都基本上是最低点的。三十年股只有这段时间，所有的 lender 都比较保持一个比较冷静的心情，不像原来啊，十年公债回收率一涨涨个0.3%，涨个0.2%的时候，所有的利息狂涨。今年呢，只有三十年固定的利息呢，在有些 lender 涨了0.25%，我天下最刁钻的 lender 只涨了0.125%，但是所有的别的 program 基本上跟最好的时候基本上是持平的。所以总括起来讲，就是说各位观众朋友，如果你有新做这个贷款的话，现在还是一个非常好的时机哈，但是还是有很多的观众朋友总觉得做的贷款好麻烦呢。虽然我知道说做完贷款以后每个月省个100、200、300，甚至省得更多，但是一想到说哎呀好麻烦，我就不做了。我想这个观点每一次慧敏博士都要鼓励观众朋友，这完全错的，因为跟着慧敏博士来做贷款轻松愉快，是吧？对，我每次就讲，我说其实呢叫难者不会，会者不难，是要会想。听到我们的访谈以后，不是王婆卖瓜啊，你打个电话你就知道，好多人跟我们做完了以后就说，哎呀，原来跟人做贷款要这个头疼的文件那个头疼文件，我说我们应该都给你，主要是我们拿到你的文件先仔细的看看，哦，哪些东西需要，哪些东西不需要，哪些地方银行的肯定会来抓你的，哪些地方银行会让你逃过去的。所以在这个时候呢，我们做起来就很轻松愉快。我上次有一个客人甚至跟我做完贷款以后，他就说他房子本来很麻烦，因为他的房子有个加建的地方，他每次做贷，他已经连续做了，从 purchase 以后又连续做了2次 refinance， 每次做贷款的时候都把他搞得头疼脑热了，他就觉得最后到经常到最后一步的时候急得就跳脚。但是跟我们这次做，他说哇，从头到尾，从刚开始要了一次文件，最后补了一点小东西，到最后签字是轻松愉快。哎呀，怎么中间什么事情都没有？然后他就说，谁要再说慧敏贷款做得不好，你来找我吧。你说慧敏别的不好，脾气不好啊，可能，但是我没觉得慧敏脾气不好，因为他很开心的样子的一个人。但是你要说慧敏脾气贷款做得不好，我是坚决不同意的。那么一般来讲，如果观众朋友确定说啊想做贷款的，他们需要准备哪些材料呢？其实很简单，你先打个电话给我们5103530855，我们这时候呢通过你的情况呢，我们会给你过滤一下。一般呢是这样，只要你是一个房子一个贷款的话，就是你没有别的乱七八糟的房子，而且又不是 self-employed， 就是 W-2 工资的话，我们需要的东西非常简单，只要你填个小小的申请表，然后需要一个月的工资单，两个月银行存款，两年的 W-2。 但是如果你要是假如说 self-employed， 再加上你所谓的你是有一大堆房子的话，我们可能还需要你的 tax return。 tax return 就是你用 TurboTax 做出来的，或者你 CPA 给我们的，就这么简单而已。我想很多观众朋友可能就要关心的就是说这个所谓的 W-2 啊，跟这个 1099到底有什么样不一样，稍微解释一下好吗？你问了一个很好，特别好的问题，我今天还正好要讲这个问题，因为快要到报税了。对对对，4月15号之前报税。 W-2 的工资呢，顾名思义就是你是 employee， 就是你是雇员，然后你有雇主，所以雇主发你的每个工资啊都是就是铁板钉钉的，上面写的清清楚楚。 Lender 也特别喜欢这种工资，一般就说哎，我今天刚涨工资，我昨天还挣5万块呢，今天我挣6万块了，就是刚涨工资， Lender 马上就认，在一个月之内工资单上显出来，这个一个月的工资单就认。但是 1099就麻烦了。 1099 呢，就是因为是 self-employed 的，是在这种情况下呢，银行是这么看的，他要看你两年的 tax return 了。如果你看哈，你因为现在马上到13年了嘛，所以你要报12年的。如果你11年你报了10万块，然后呢你12年呢你报了15万的话，哎，他就算你的中间值，算你12万5千块。当然如果你11年你报了15万，你12年你想哎呀我少报一点吧，你报了10万块的话，对不起，只能按你10万块。如果你这时候想买房子的话，哇，你就买不起了。对，所以你就记住，现在要想买房子的人，好多人就是已经蠢蠢欲动了，或者是已经摇摇欲试了，就觉得房价可能会回来了，打算去就存够了当 payment 的钱，准备买房子的时候，一定记住你今年报税一定要仔细算一算。是是是，所以对于1099的borrower的话特别留意。那还是有很多的贷款的想要贷款的朋友，他觉得说好吧，我把材料全部都准备好了，但是最后要去太多公司签字，好麻烦哦，
我想这个惠民博士也有绝招。我们在10年前就已经完全解决了这个问题啊，所有的东西你就要只要 fax email 给我们，所有东西现在都是通过网络作业的。最后甚至 close 的时候，我们派啊，问你在就是把你的 cell phone number 拿好，然后 title 公司会有专门的 mobile 的就是送货上门的 notary public 到你家去签字。如果你不愿意他到你家去，你就找个最近的比如说 Starbucks 啊，看看啊，轻松愉快，周末或者是晚上都可以把字签了，这么简单，太方便了啊。所以我想这个贷款呢，跟着惠敏博士来做一定是轻松愉快啊，一些服务到底哈。那我们稍微休息一下啊，广告过后我们再回到节目现场，我们稍微休息一下。欢迎各位观众朋友回到我们的精算子时间，我是童文辉老师。那么我们刚才谈到了这个如何做贷款，完了以后目前好的贷款 program 有哪一些，介绍给我们观众朋友好吗？好，这个问题呢老生常谈，我今天再老生常谈一把了，但每次都不一样，所以也不算老生常谈。 对，就每次都有点亮点。对，就是哪些 program 啊，哪些地方需要注意的问题啊，时间长短啊， lender approve 的时候呢有哪些需要注意的地方，我们会这样讲一下。是，现在呢我们先从屋主自住的房子开始讲。 好，屋主自住的房子呢又分成三段。第一段呢就是 conforming loan， 顾名思义就是按 loan amount 来分的，就是贷款数额小于417000的。第二个呢叫 super conforming 贷款数额是从417000到625000。这 super conforming 自从2011年的9月30号调到625000以后就再也没涨过。对， super jumbo 呢现在从625000还是到200万，最多我们可以做到200万的贷款。好，我们先讲 super conforming， normal conforming 的 loan。 conforming 的 loan 呢又分成 fixed 和 arm 的 loan。 fixed 的 loan 呢顾名思义就是比如说30年 fix， 就是指的30年固定，30年整个付清了，20年固定，20年整个付清了，15年固定，15年整个付清了，10年固定就10年固定，10年付清了，所以这是不一样的概念。所以当然你说你固定的时间越长，利息必然越高嘛，因为你就每个月付钱付的少，然后比较省心的话，当然利息就会高一些。30年固定的，我们现在最低啊，记住，一般的 lender 都要3.375%才能做出来了。只有这个天下我讲的每次 P 打头的最刁钻，我为什么要提到它？因为这个只有会做这个 lender 的话，你才能做到贷款行业的武林至尊的地位。如果不会做的话，对不起，你还只是个小学生，只能这么说。好，你 P 打头的 lender 至今他仍能做到3.25%no point no fee，所有 lender 都不可能，只有他可以做到，而且还不是特别特别难做到的。但他的要求呢，一会儿我就会说专门说他有哪些要求。对，好。好，一般的呢，如果要是20年固定，20年付清，现在最低一般是3.125%到3.25%之间。然后15年固定，现在还是史上最低，2.625%就可以做得出来。非常好。对，如果是5年，就是10年固定，10年付清是2.5%的利息。当然你要知道这个 payment 啊，20年固定和20年固定的 payment 不是特别高，它介于30年固定和15年固定的就是中间的不到一半 ，payment 的不到一半，但是呢时间省了2/3。但是现在我不是特别特别提倡大家去做20年固定，因为如果你真做20年固定，还不如做15年呢。它跟15年差了0.5%呢，它跟30年只差小差0.125%，甚至不差。对，没什么太大意思。但是10年固定啊，除非你的实力非常强，假如说你两个人都是 professional 的，都是医生，然后都是律师，永远不会丢工作，而且呢你的工作比较稳定的话，你做10年固定10年付清。因为你不要看10年固定10年付清和15年固定15年付清啊，他们两个之间啊差额，就是比如说15年固定的话，你417000的贷款，如果你是2.625%的话， monthly payment 也就是差不多2700-2700左右。但是如果你要做10年固定，差不多要4000了。对，这 payment 还是差的蛮多的。而且你又不打算买很多房子的话呢，就这种情况下你可以。然后现在呢 ARM 的贷款呢还是有 ARM 的贷款呢，我觉得有 10-1 ARM、 7-1 ARM、 5-1 ARM。 顾名思义呢，它 ARM 是什么意思，就是整个30年的 term 还是30年。 对，30年就是按30年 payment 的方法。 对，前10年利息固定了，或者前5年利息固定了，或者前7年利息固定了。当然以后会怎么变呢，就 1 的意思就是以后每年变一次。对，它根据一个公式，所谓的 2.25 的 margin 加上 1 year LIBOR index， 就根据当时就是比如说5年以后、10年以后或7年以后它的那个来算的。对，所以这个没有固定，但是它还有个 cap， 所谓的525的 cap。如果你五年，现在假如说最低我能做到2.5%，然后呢就是 lifetime 最高不会超过7.5%。对，不加不超过那个5%。对，超过的原来就是最低点的5%。然后呢，它 lifetime 也不会低于2.25%。所以有好多人，我就曾经听过有一些房地产的 agent 说啊，做贷款，因为他们毕竟不懂贷款嘛，所以我不是在抨击人家，因为我就记得有一次有一个他在说，他说哎呀，现在大家真不能做 ARM 的贷款，将来要涨到17点几、18点几怎么办？我说啊。所以我在这地方给大家
给一个所谓的 correction， 就让大家知道有个概念，就最低不会超过那个点数。对，好，当然 Tone One Arm 现在最低呢可以做到 3.25 3.125， 跟三十年固定差不了多少多了，但是我觉得没有必要做 Tone One Arm。 曾经啊，就是我每次讲贷款的时候，你不要说，哎，慧敏，我记得你两三年前讲的时候可能说，哎呀，十年最好， Tone One Arm 最好呀，二十年固定最好啊。当时啊，你知道吗，做贷款这个东西一定要记住到哪个山头唱哪一首歌。当时的时候，比如说三十年固定高得不得了的时候，当然十年固定是个很好的替代产品了。现在两个差不多或者甚至不差的时候，现在做 ARM 的贷款已经不是天下最刁钻的 lender offer 了，它不 offer 了，它就只做 fix 的贷款是天下超低的。ARM 的贷款呢，现在有两家 lender 做都非常非常的慢。offer Tone One ARM 的这个 lender， 你知道多长时间能做出来吗？两个半月到三个月，甚至你送进去一个半月连材料看都没看。然后而且还卡得特别严，一会儿我还会讲一个很刁钻的问题，他怎么会是居然把这么好的一个 loan 给 deny， 都有这种事情。所以呢，我觉得 Tone One ARM 现在我不是特别提倡。如果你真做 Tone One， 你不如做七年，七年现在最低我们还是可以做到2.625的。对，五年我们现在最低甚至还可以拿到2.5。当然我们做到 conforming loan 的时候，我讲哎，推荐什么不推荐什么，我认为年纪超过50岁以上的人最好不要做 ARM， 因为你这时候除非你说我手里有钱随时把它还清了，不然的话你没有随时还清，你第一你换房子的可能性比较小，第二呢你呢万一就是将来丢工作的可能性比较大，即使将来利息低了你也不一定可以做。对，当然你要想做 ARM 的贷款呢，会什么样的人，就是说我年纪很轻，我换房子势在必得，对，然后我手上也有钱把它给还清，就是如果要万一将来涨了我会还清。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呢，我觉得每个人都要想好自己到底适合什么贷款呢，心里要有杆秤。对，所以这个 conforming loan 其实是完全是因人而异啊，没有说哪个特别好特别坏。那如果说我们屋主自住，但现在进到了41.7万到600,000+了，那super conforming呢有什么的 program 呢？它的 program 就是更加单一了，它只有 fixed loan 和 ARM 的 loan， fixed loan 呢也只有30年固定和15年固定。你说哎呦，20年固定，20年固定利息跟30年固定一样，你干嘛要去做20年？你按照同样的 payment 就好了嘛， 对不对？15年固定和10年固定 payment 一样，你干嘛要去做10年固定啊？30年固定呢，现在最低啊还是可以做到3.5的。比最好的时候只高了0.125，当然我指的是天下最刁钻的 lender， 如果不是的话呢，一般也就3.625也就可以做出来了。当然 loan to value 的要求啊，就是只要是 fixed loan super conforming 啊，它要求呢是在80以下就可以做。80以下。对，如果你要做 ARM 的话，对不起，你必须 loan to value 低于75%。所以呢，我觉得啊，就是如果你要是假说，我觉得哎，我这个房子换房子的可能性并不是很大，你做 fixed loan 比较好，特别是收入比较高的呢，你可以做15年，15年固定，现在仍然可以做到2.875 ，no point no fee 啊。甚至有些，如果你要是信你的 loan to value 低于60%的话，我天下最刁钻的 lender， 甚至2.75都是有希望的。对，特别是我们湾区的朋友，很多人可能是属于这一块的，应该是很多。而因为我很多现在年轻的人啊，哎呀，现在天天在讨论湾区贫困县，好多两口子。年纪轻轻的挣30万，两个加一起30万，蛮多的。所以我觉得做15年还是蛮好的一个 program。好 ，Tone One ARM 呢，它只是比30年固定少少的小了一个0.125的样子，而且又是要三个月才能做出来，而且那个 lender 又不是很稳定，真的不是很提倡大家去做。如果你真这样的话，你说我想做7年也可以，7年2.875，但跟30年呀又差了个0.5啊，0.625，这个便宜占不占？大家想一想。如果你觉得我肯定会换房子，那你就占；如果你不太会换房子，你就不要去占。五年呢，最低可以做到2.625，是 no point no fee 的。就是当然我们讲到这个的时候是 super conform 是 Fannie Mae 买的 loan， 对 Fannie Mae 不买的 loan 呢要因人而异了，就看 lender 的情况了。现在呢 super jumbo loan， 原来我就说哎呀 super jumbo loan 一讲到超过62万到200万的 loan， 我说哎呀大家不要去做30年，30年都要4.0以上了。自从4-5个月以前啊，天下最刁钻的 lender 进军这个 super jumbo loan 市场以来，他又把 super jumbo loan 30年固定利息压得超低，最低的时候我甚至3.625 3.75都做出来好几例，现在这两天稍微高了一点，但是3.875还是可以做得出来，非常好。对，15年固定15年付清不是这个 super jumbo loan 提倡的 program， 因为它的 payment 实在是太高了。它的 payment 呢，比如说你虽然能可以做到3.37515年固定，但是你的 payment 哇搞个6-7千块的话，好多人还是吃不消的。当然你年薪70万-80万那是少例，那你们年薪70万-80万的可能也不听我这个听我这个访谈了，他觉得哈这个小菜钱太小了不省了。对对 ，Tone One ARM 呢？现在如果你要是不符合我天下最刁钻的 lender， 它也是个蛮好的替代产品，它可以做到3.625 no point no fee。当然，你要是做10年的话，你不如做7年。7年其实现在这两天稍微高了一点，但是3.125还是比较容易，3.0还是比较难做，但是3.125可以做出来。
五年很好，五年现在还是2.75能做，三年 no point no fee 都是2.625可以做的。好，我讲了这么多的时候，我就要讲一下，我老讲天下最刁钻 lender， 它到底有些哪些刁钻的地方？怎么刁钻？对，它只有三个条件，它哪三个条件呢？比较难缠的地方，首先它第一啊，你不是绿卡，不是公民，坚决不做。你是 H1B visa 呀，或者说我是 EAD 卡，对不起，它不做啊，这是第一。第二呢，它坚决不做 condo。如果你的房子说，哎，我是 townhouse， 我要去查一查你属于哪个 code。如果是属于 single family house 的 code 就 OK， 如果你属于 condo code， 对不起，他不做。第三点呢，是他最讨厌的地方，他就是非常 picky， 在什么地方 appraisal 上面，他对那种房子的要求特别高。如果你说，哎，我基本上我现在一听到 San Francisco 的房子，对不起，我基本上不敢送他。San Francisco 的房子基本上99%的可能性被他挑出毛病。是是。对，因为 San Francisco 的人喜欢在底下加个小小的 basement 啊，加个小水暖管道啊，加个小厨房啊，那肯定死掉了。有任何不合法的改建，他就不做。他坚决是不做的。我甚至有贷款，比如说，哎，我以前跟他做过，怎么这次给刷出来了？他说，哎，以前没有仔细查，这次70年前改建的一个小储藏室的给你打出来了。就在这种情况。对，那么以上我们讲的三种基本上都是物质自住的哈。那么讲完以后，我们还有那个就是所谓的 income property， 这个 rental property。那也介绍一下观众朋友什么呢 ？Program。好 ，income property 它的。比如说 program 就更加少了，少到什么情况呢？只有 conforming loan 和 super conforming loan。so far 为止还没有任何 lender can offer 就是 super jumbo loan 的。超过60万就没有了，绝对没有。没有这段时间的利息稍微涨了涨了，但是对它影响并不大。30年固定最低 conforming loan 可以做到3.75，15年固定最低可以做到3.25。当然在这个 program conforming loan 呢，我比较提倡你做哪个都可以。当然15年和30年都可以。但如果你的收入非常高，而且又不打算买很多房子的话，做15年；如果你的收入稍微低一点，又打算再去多买几个房子的话，做30年。Super conforming 的investment property， 我只推荐大家去做30年，因为30年和15年只差了0.25的样子。30年固定最低4.0，15年固定3.75。然后呢，当然你的 payment 差那么多，就没什么太大意思了。太大意思了，非常好。所以相比一下，还是算是相当低的一个利息的时候啊。那么稍微休息一下啊，广告过后，我们再欢迎各位观众朋友回到我们的节目现场。我们稍微休息一下。欢迎各位观众朋友回来我们的精算子时间，我是童光辉老师。那么慧敏博士啊，我们在2012年啊，里面是大放异彩，介绍一下方定了多少钱好吗？哦，好，我们2012年是我做贷款整整10年，我们总共我们公司放的6.98亿，将近几乎7亿美元呢、啊。对，是。方定了多少loan？1624个loan。当然，我其中要专门提一下，这个天下最刁钻的lender，只有会做它，才做到武林至尊的地位。是是是，我放到了3.05亿。当然，这个lender呢，还不如前年放到的多。前年我放到了3.63亿，基本上超过50%以上都是跟这个lender offer 的。但这个lender因为从去年开始，他只是 fix loan 最好，他 arm loan 已经不怎么做了。所以呢，我基本上把好多 arm 的loan 都送到别的lender那边去了。然后跟这个loan呢，我们跟他放到了多少个loan？767个loan。我们的 quality 全国第一。产量全国第一，经常是那边的 underwriter 跟我们这么说，哎呀，阿拉米达 county 啊，就是那么多个 broker， 但我们公就大概300多家嘛，我们一家放的中占了他们产量的一半了。哇哦，真的是了不起。那么每一次我们节目到最后呢，都是最精彩的，就要讲一些实例啊，实际的例子来跟观众朋友介绍一下。我们在贷款里面真的是千变万化，真的找到非常有经验的这个 broker 来做。所以今天我们有什么好的一个实例给观众朋友介绍？这是我最近比较得意的一个作品、啊、是是是。而且我为什么老提天下最刁钻的 lender， 就是因为他才能让我险中求胜，让我技高才敢人胆大嘛。是是是。因为这个 lender 呢，他唯一的好的条件是，虽然他特别特别严、啊、但是如果你的 paperwork 非常清楚的话，不管任何时候别的 lender， 比如说2个月3个月，即使 purchase loan 说我一个月给你做出来，那都是你不能听全听信他的，即使他们的 AE 给你信誓旦旦 ，underwriter 给你信誓旦旦都不能听他，只有我这家 lender， 他这个 lender 虽然就是从来就给我们的 rate， 不是说他利息永远是打败天下无敌手，但他永远你哪怕方定再多，你哪怕全国第一，他不会多给你钱。但是你记住，他做的质量一定是保证的，他保证他的方定的时间。你这个贷款呢是这样，我们有个客人啊，他是我双重校友，给我打电话有多少次，他就说，哎呦，买房子老抢不到啊，抢不到啊，每次都要写 no contingency 的 offer 啊，这个那个，在甚至在感恩节前的时候，他刚刚。
刚拿到一个抢，跟人抢了半天又没有拿到那个 offer、嗯、当这时候有一天我在圣诞节正在度假呢，打电话给我，哎，12月22号一个礼拜六他打电话，我终于拿到了一个 offer， 没有 contingency， 我就根据你说的给他写多少天 close， 结果我拿到这个 offer 了。我说你知道吗，这个客人很聪明，他在这之前已经跟我电话咨询了好多次了，我就跟他说你注意哪一点注意哪一点注意哪一点，特别是我就说一般 purchase loan 的人，你 W2 的工作，哇，年薪那么多钱的人我根本就不用怕嘛，那个是白纸黑字我不怕，我说你只要不来跟我撒谎，我就绝对没有问题。但是他不会拿自己的身家性命去撒谎，对不 对？我说唯一的就是你的银行存款比我给我的漂漂亮亮的，最好这个银行存款呢就不要从中国调个调点钱，调来一笔钱，你说哇放到这个月影去，完了这个loan就死loan了，因为查你祖宗八代来来回回的犬赛就死定了。我说你只要这个钱放在银行里躺两个月不动啊，这个贷款就是太 clean 了， underwriter 绝对不会挑出毛病来的。好，他就 follow 我的 instruction， 所有的事情都 follow。 我说还有最主要的是我们送进去的时候第一步要精确到我们的 underwriter 哈，给你送进去的时候就是我们的 process 给你送进去的时候，他就原来在银行做过 underwriter 的，所以他就知道这个东西都怎么做怎么精确，在我的培训下，甚至呢我们公司所有的 process 可以把这个小数点后面精确到后面两位数字。一般的我听到多少那个 buy agent 来跟我们打电话的时候，哦，是你有些中国人的 agent 只要一听是惠民啊就很放心，就找金钻子我们就不怕了，这个贷款就肯定行了。当然要是一些美国老美的 agent 一听的我们毕竟不熟悉啊，他一听哇不要做 PF，他说哎呦那个银行最吓人做不出来，我说难者不会会者不难，不做它你根本就不可能在20天之内 close 嘛。对对对，所以当这个我最主要的是第一步不能错，第一步走错就处处走错，一步走错呢你就要你每次都要等5天10天7天8天的，但是你第一步走错几秒钟就过了，所以我就叮嘱他，你看12月20号2号刚拿到，然后23号是星期天，24号是礼拜一，但是你不要忘了开头公司都不工作，对，开头公司不工作你就拿不到 fee 根本送不进去，25号你就送不进去，只有26号星期三才能送进去。结果呢他因为 follow 我们的任何一个 instruction 进去，我们一送进去26号送去当场就 order 了 appraisal， 28号这个 loan 完全 prove， 不到20天，在圣诞节新年的情况下我居然不到20天就把他这个 loan 完完全全 close 了，就真的是说险中求胜啊，技高人胆大。我当时他跟我讲，他说我要拿不到这个 offer 要丢钱的话，我说我来给你赔这个 appraisal fee， 不是 appraisal fee 啊，我说我赔你的 deposit3%。就是说真的是要在一些比较这个 critical 的案子里面才可以看到一些 agent 真的有本事。那么非常欢迎各位观众们收看我们今天的节目啊，我们下一次时间下个月呢是要在2月20号星期三的晚上同一时间，欢迎各位观众朋友再回到我们的节目现场。今天非常谢谢各位观众朋友，谢谢惠敏博士接受我们的访问，谢谢大家，我们再见。